我上惊破破甲算命。嘿，哎呀，李老师啊，你好。啊，真久无看到你啊呢。啊，迄两天都拢落雨，我唔知拢无出来。风多我先。哎呦，我剃头一头，我袂骗人，你咧讲我风多我先。啊，无啊，啊你本身就会，刚好你讲算命，不是拢安尼死吗？对对对，你是少年人，你讲笑不要紧，我袂跟你笑晕啦。我做代志，我先来。你忘记嘞？齐老师啊，代志啊，昨天迄两天休困哦，我都无赚着钱啦。啊，今仔日出来啊嘛足快嘞，哎，是不是啊？我给你看一下命嘞。哎，袂用嘞，袂用嘞。安那？哎呦，算命先嘞。喂。我到吼，三个强要死嘞，三个强要鬼拖去啊！我无好无容易，伊写批同我讲嘞，伊即马吼已经要分面啦，啊叫我赶紧甲伊借钱，我是要赶紧倒转去，我吼车价都无够，还有法度判官。哎呀，齐老师啊，你免遐客气，我要甲你看相命，无要甲你提钱消丧的啦。哈，哎呀呀，伊袂歹哦，你这个人会高级，哎呀，好好好。你给我算看卖，当我当时才会好意啊！我若有好意的时阵，我绝对哦分一撮仔饭给你吃的。安尼真多谢，我甲你看面相，唔免抽签。你今年几岁？哦，我今年24岁。今年24岁。齐老师啊，我这相命人哦，气魄极端，拢实在讲，啊，不过我若讲，惊你会生气呢。啊，莫安尼啦，咱到底是相了安怎？你讲好啊啦，我袂生气，有啥通好生气？你袂生气哦？袂啦，袂啦，袂啦。啊，都煞毋知你讲今年24岁对？啊对。我几个月啊，都过年，你过年过到25岁吼？啊，25岁。严哥，我甲你看你的面相，你的面中带破，接袂过25。真正是，爱死，鬼死不困，忘掉。啊你妈的！